主料，鸡蛋两个，面粉250克，辅料，葱、油、盐、水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面粉里打入两个鸡蛋，再加入少许的盐，把葱切碎，把葱放入面粉里，加入水搅拌成稍厚点的糊糊，锅烧热，加入油，放入糊糊，弄成圆饼，煎成两面黄就可了。烹饪技巧，多加一点葱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